大家好，哎呦，眼睛睁不开。这期呢是一个化妆练声 vlog，吧唧吧唧打个泡，咕噜咕噜上脸上，用一个小仪器，好，开花、上颌线太重要了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Oh my god！摇摇拍一拍。你的姿态，你的关怀，爱我与真相与我。想跟大家专门说一下，就这个药膏啊，我会经常性的在这两边和这儿某一个部位就突然开始难过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妈妈当时说，哎，这个没有激素，它药效很好，也很快。但是呢，这个有一点是它味道比较难闻，还有一点呢是。它比较熏眼睛，所以如果我有时候过敏在这里，我的眼睛就会睁不开，被熏的就凉的睁不开眼睛。所以大家适当的时候可以用一下，因为它没有激素。但是如果是那种严重的过敏，我建议还是去医院。一个小防晒，这个很好用。等它成膜。我们来遮黑眼圈，放上一点点，然后点点点点点点，均匀一下肤色。这涂涂，那涂涂，粉底液，继续涂涂涂，让自己肤色全脸均匀一下。上一个定妆喷雾，等它成膜。关键部位提亮，记得不要让高光移位，让一个鼻侧影，眼影走起来。OK，刷刷刷，刷刷刷刷刷刷刷，轮廓打出来。OK，来一个眼下定妆，全脸也定个妆，睁开眼睛。眼睛怎么像风铃？行，再次翻车，刷刷刷刷刷刷刷，用哑光白提亮泪沟，鼻子上扫一点小腮红，让我们看着可爱一点。扒了一下小猫耳朵，来个口红，哎，我用手指上，哎，棉签上一个，拜拜。